边可以小声点吗？可以。他是唱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难道我会先听到这首歌，觉得这个字真的很像圣，然后我在实况的时候再放出来，刚好搭上刚那个话题一起消费吗？难道我是这种人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吓到了。请问这首是 NL 主题曲吗？